不是吧？这是波奈的主张的吧？要不然他俩就挨那么近，他会真的不知道我们是被陷害中的。不是不是。啊，没关系，亡命之徒才是主角。刚才那种按部就班的，一看就是路人甲。他们是坏人吗？不知道，他先攻过来的。啊，这是不是毒蛇帮啊？就那个涡轮毒蛇什么的。那你打什么？啊，这这这。哎，他们也开枪啊！我用散弹枪试试。我吃个血。哎，我拿到了什么新武器吧？恐惧。哎，这是什么？基础零件。哦，还可以拿什么东西？你也拿到了吗？基础零件。应该也拿到。就左下角显示了吗？基础零件拿到了，啊，拿到了。我们看一下，基础零件现在两个了。然后刚刚那个什么恐惧是什么呀？恐惧哦，是个突击步枪。你拿到了那个，好像我没拿到。你没拿到。嗯。那把哦，拿到了，拿到了。嗯。他好像比我们现在这个厉害吗？稍微啊，DPS 嘛 ，DPS 就是那个每秒伤害，厉害。嗯。换呗。嗯。来吧，发的就是战争财。哦，我现在这个是散弹枪，我用的突击步枪，嗯，我可以火力压制。嗯，这还有什么能拆的箱子啊？这还有箱子。嗯，让谁窒息呢？我吃。嗯，这个你也吃吧，我。哎，拿到武器的什么外观？这边也箱子，你箱子拆了吗？嗯，我在你周围。嗯，没有啊，这钱你都没拿呀。啊，我也拿不起。打打打！你去吃后面那个血。啊，我还有遗体。忘了哈。嗯。不太习惯。无人基地，涡轮毒蛇还有液体快克啊，有两个帮派。他刚说什么没看完？通过压倒性的什么呀？武力吗？难道？反正就是要打仗了。啊，像这些掩体后面，你都会蹲着啊，然后举枪瞄准。嗯。看到我了吧？看我在干嘛吧？看到。嗯。哎，这边有一个零件，因为我也拿到了哈。它这个地图上探索挺有意思，要不然。研磨机可不是他妈的游乐场，七宝啊！啊，所以这里是无法地带是吧？嗯，就是法外之地的感觉。哎，是炮塔吗？炮塔，炮塔。嗯。啊。炮塔，炮塔挺厉害哈。嗯。这什么？这可以打布的吗？哎，这可以打开，差点把它给。钱。炸火。
我就说每个集群那个警戒线里面可能放着炮塔。不，你不波奈不是说我们是叛徒吗？你怎么又跟我们说话了呢？就之前我误会了，他就是波奈，只是那么说句，他的性格啊，就是那么说而已。嗯、我给理解错了。哇，这些被处决的，这机器人呢？对啊，中立的他们也打，神经病、啊。对，所以真的疯了。可以的话躲在掩体后面哈、嗯、就左右晃，不要前后，就是跑，就是他们不是射子弹吗、嗯、你看我现在就是躲在掩体后面。哎，这是枪吗？啊，还又是一个散弹枪。去这个血，嗯，好，刚刚干掉一个任务怪了，好，又有上，哇，他会发射火箭弹，翻滚，啊，后面还有，你要死了吧？嗯。等一下，我先把这些清完了。嗯。啊，没有自己补血的东西哈，只能地图上掉。死了。啊。所以得救火前头。嗯。啊，武器我们拿到了，你 RPG 发射器啊，是火焰发射器，你也应该有。嗯。我试着把散弹枪换成这个火焰发射器。哦。火焰炮样的东西。哦，跟刚才那个怪用的东西差不多。装弹速度比较慢一些。对吧？哦，你这个好厉害啊！又有散弹枪，是敌人是用的什么武器？那就掉落的是什么武器呢？跟他对视。这个火箭炮会不会误伤啊？哎呀，啊，好像没有误伤。嗯，还好没有误伤。我绕到后面去。没有这么多敌，我还想偷袭他们。哎呀，我死了！还好，就是他打死我之后，他就会走啊。所以应该给致命一击哈。吃血。地上，捡了好多武器。嗯，还剩下一个。嗯，开始了。啊，那是你。对，我在想你为什么一直在冲我发射。他这个地图还在悄悄的旋转视角哈。
你这个枪攻击力好强啊！结束了。嗯，你也可以换成这个枪。嗯，我不换。这个枪就是涡轮帮啊，我们刚打的是涡轮帮。嗯。啊，你是射一发，然后翻滚，射一发翻滚，射一发射一发翻滚这样。我还是喜欢我的这个突突突，觉得突突突更有安全感。好，我们去那个会议地点。嗯、打架两分钟，跑图半小时的感觉。他在眼睛后面。对呀、啊，我几枪也不行。对呀、啊，他在眼睛后面，他是盯着你，你得只能绕到后面去打。好好，滚翻滚！你看你的血，吃那个血，吃那个血。多用那个翻滚哈。嗯。你在干嘛？就是买血的地方是吧？嗯。波奈不会搞我们吧？嗯，这个不好说，是我们吗？看波奈进来，还是毒蛇帮？感觉是 boss 战呀、啊。嗯、哎，就是好人坏人也搞不清。啊，他就是来拆墙的吗？啊，应该是毒蛇帮吧，就是。很困惑这个。嗯，毒蛇帮。啊，这个哦，这还有会那个闪现的敌人，看到了吗？我去打后面这只。哎，怎么了？怎么了？哦，来了 boss 好像。嗯、哦，他要把刚才的衣服脱了，穿了个健美服，这感觉。两只。嗯。我们捡了好多新的护甲，补到绕到后面去打小怪哈。哦，他有冲锋，他卡在这了。哦，他还有技能，我打死一个。在这块周旋，在这。死了。嗯。你看到那些遗体了吗？他们为什么他妈要开讨论会？随便了，我出来哈。状况解决之后，他就出现是吗？嗯。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换换装备吧，捡了那么多。嗯嗯。哎。所以几个机群联合起来了哈，嗯、但是肯定不会那么一帆风顺，以后肯定会出事情。嗯。We still have plenty of work to do, but this is as good a start as we could hope for. But who the flaming fuck were those amped up flatliners? Damn it! I need more problems about as much as I need a rectum on my forehead. And yes, I know there are a few evolutionary dead ends like that around, but you get my drift. Someone's pinging me. Hang on.感觉波奈会死。No. Fuck. 剧情好迷哦。还有管理员。他还是挺在意他管辖区内的人民哈。I have a feeling we'll need your help again soon.但是不知道在这里居民是不是代表势力之类的。对啊，即使是那样也是。好，我们整备一下。嗯。然后还可以升级技能。升级技能哈。哦，这都是我们曾经打过的战场。天哪，一公里外啊，八百多米。好远。哦。怎么了？哎，怎么开始打了？不是打完了吗？已经。捡了个东西。
我们送菜的。哦，这个火箭炮。啊。你看近距离会，也会自伤。你也会自伤吗？你站在墙那边，来，你过来，你站在墙这边。可是没有补血的呀。不是，试一下，这要不然。啊，你也会失血，所以这个不能这么乱用。啊，所以火箭它这挺好哈，这有对武器的设计思路哈。火箭炮那么厉害，子弹也无限，啊，但相应的它会自伤啊。又得去那个炸酱面馆吗？呵呵，嗯，这是什么馆？就是之前。他之前是用小便领域的吗？绑架了集群里几乎每个关键阿尔法和贝塔等级的契约官，就 A 级和 B 级，就技术工被抓走了呗。就要我们去把他们救出来是吗？We're gonna need help infiltrating the security systems. And if there's a Keesh, yeah, I know. But he's a mean nice guy. 啊，是个黑客哈。嗯。I've employed his services once before. To say he's not accepting my pings, so it's gonna have to be face to face. I've learned that he set up shop in. 黑塔，黑虎塔。Where they had the flood. 发洪水的地方。Cost me a good sum. What more do you want to know? 抓甲空间。是个犯罪集团。嗯。啊，所以就是被抓甲空间抓过去的。There are countless narcissistic bullshitters like me, and even more brawny quiet types like you. 那是阿尔法和贝塔啊，金顶呗。就是对这个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我们也是必不可少。黑虎塔是什么地方？啊，是被遗弃的地方。啊，而且也不知道在哪。好吧，我们去什么揍几个人，就会有人告诉我们了。哦，这还可以关闭。桌子上这些小东西。你看这个人戴的帽子，像不像个敲的那个锣还是什么的那个？这个像不像一个草帽？农民。但是底下好浅。走吧。水只能打他了。而且这个就是你举枪瞄准打的话，是吧？举枪瞄准打的话，就是有一定几率让敌人眩晕什么的，是吗？满地都翻垃圾，那能不杀就尽量不杀吧。对啊，但是，他们有的站在就我们必经之路。哦，太绝了！我在上面，他们是不是也打不着我呀？可能吧。他们是不是坏人？我还看清楚再打。好帅！哎呀，我打到你了。嗯。哎，这块刚才都没人，现在都有坏人。从这边上去。哦。蛋白质是什么？这里面能进去，我们进去溜达一圈。嗯。我们蒙对了啊，这可以回血耶。是因为这里脱离战场了吗？不知道，这可以下去吗？啊，下不去。这地方好热。往上面走啊。我们找对地方了是吧？嗯。呼呼，蒙也能蒙对。我们的衣服这么帅啊，现实生活中。哇，我好酷哦。我这屏幕好帅啊，你看它可以随时钉在墙上。要真有这种屏幕就好了哈。嗯，它长得有点像异形。
没了。嗯，就是他出场戏剧。这边有个东西我捡了。嗯。不知道是啥，城市踢手。No, wait, who the hell are you? And how did you find us? This is supposed to be a secret hideout. 波奈叫我们来的。不能说，波奈不是说别说吗？You'd be a red smear on the floor. Never rely on secrecy alone. So what do you want? Hoon sent you. Yeah, I know that faithless Kretzdackerl. Yeah, without those havers, you're in deep trouble. I got two nest cannon 13. All right, I'll help. But this is not for. 所以他还是有，他是有良知的哈。不好说。I'm already logged onto the surveillance server. Let's have a look see.Seems a whole bunch of invalid tags passed a scan gate at the Cosmodrome a few subcycles ago. 航天站的扫描门。So I can't say where your havers are now. If Obi took them, you're gonna have to ask them why yourself. They've requisitioned an old Hydracat branch office up by the node. Way above where we're at now. Look, hold anything else? I know everybody. 爪甲空间到底是什么？Big scary boogeyman, but they're just doing business. 他作者叫 Obi。是不是那个大个呀？嗯，好了，我、没什么兴趣了。Need my help again before this is over. I passed your imp into my comms. Ping if you need. And just to be clear, I'm doing this for Clust. Oh, and I've got. 这不说了，他好像挺有良知，可以进入节点了。嗯，就是能去的地方更多的感觉哈。哦，这个人还在唱歌。嗯可以出去吗？哦，这也可以出来。我也捡到了一个装备，很帅耶。而且这里是。哎，你别欺负那个小人。不是，他是铁匠，我们可以在这儿升级武器什么的，购买。啊，武器皮肤。哦。武器皮肤。我们不是捡了武器皮肤吗？嗯。嗯，这个应该不花钱吧？应该是吧。升级，感觉你的武器比我多呢。我升级一下这个 RPG。不是初始武器不升吗？现在就没有什么初不初始的。哦，那我也升我的了。我的也是这个樱花的。嗯，好。他要需要花多少钱？他也没告诉我。就是他花那个零件最上头啊。那我升一下。我还是用这个突突突吧。我看一下我们刚才捡的装备哈。嘿，你看我的武器是花的。头部超级抗臭。我换了新面具。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这边没什么人，我们怎么一出现人就出来了？大家上电视，上电视。哦，可以用出租车了，哦，高价的出租车服务。哎，我还没看完。我也是刚，你摁了吗？没有啊。我也没摁，反正就是能叫出租车了。那用什么叫啊？怎么叫啊？出租车是按什么？按 T。啊，哦，好贵啊！搭乘一次1000块，我一共才24000。那你可以坐28次。24000，1000一次，怎么能够？问题是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距1.5公里。对呀，对呀，肯定要坐呀。嗯。你叫车吧。你钱比我多好多呀！你花。我们去曹都。我们要去哪儿啊？曹都高街。高街，这没有叫高街的地方。万一这个去错了地方怎么办？白花钱了，他也不退。不是我看一下地图，我看一下地图。那我在这周围找找箱子哈。我们得到这儿。这是哪儿？啊，通过13集群。看来是可以从13集群过去。啊，他这个刚刚出租车的目的地是中文，然后这地图上是确实是英文哈。嗯。希望它两个语言翻译的准确率高，这样我们就能猜出来我们要去哪儿。准确率倒是挺高。来吧，哎，我们先去那个。应该咱俩一起走吧？不会是你走了，我还得再叫一次车吧？应该不是。来吧，我们是一个 team。13集群。
哦，人呢？这车怎么看起来脏脏的呀？1000块的车就这个待遇吗？我还把衣服脱了放在膝盖上，好真实啊！这怎么了？这怎么了？哦，刚才那个给我扔下来就是出租车是吗？啊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车站。嗯嗯。啊。哦，你在车站的话是可以免费去各个地方。哦，知道了知道了。啊，所以出租车的话是花钱。我就说刚才那个像地铁站，它果然是地铁站。啊，还有500米。嗯，走吧。没事。哦，这边他们这边也有地铁站，我们试着。我们坐地铁站过去，嗯，坐地铁过去。嗯。但我不知道那个名字叫什么，它没显示名字吗？翻译的话是什么？挨个走吧。嗯，挨个走吧，反正没有几个站嘛。我们为了省钱，可以这么尝试。哦，地铁是这样的。哎，这个人还在玩一个，你看玩一个跟八音盒一样的东西。嗯，这是什么呀？还可以走道啊！我想过去拿一下呢。等一下。哦，看到了，地铁刚才走了。嗯嗯。好酷哦，好，我们到了，蒙对了。嗯，也不是蒙对，